非常荣幸今天晚上能够站在这个台上跟大家面对面这样做交流。我想不仅是颁奖，还想给自己留下一份美好的回忆。回忆，对，给大家唱几首歌。谢谢，有请。你先不要下去。啊、我知道啊。谢谢你。谢谢，非常感谢这位女士，谢谢。谢谢。我看到她那么面熟。是吗？看到来自东京的老朋友是吗？我好像在哪里见过她，但是我想不起来了。是吗？啊，待会儿我们去跟她见面。我知道你也是歌手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，我想你一定会唱的，很多的观众朋友都熟悉的。我想邀请你跟我一起唱这首歌，好不好？邀请我？给他一点掌声，他唱得很不错的。我虽然是第一次在台上跟他同台，但是听过他的名字已经很多次了。通过我的朋友，因为我有很多朋友都跟他非常熟悉，他们经常跟我说他唱得不错，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他，所以今天晚上有这个机会邀请他跟我一起给大家唱一首同一首歌，大家喜欢吗？谢谢，谢谢，都走。水千条山万座，我们曾走过，每一次相逢和笑脸都彼此铭刻，在阳光灿烂欢乐的日子里，我们手拉手啊，诉说的太多，大家。那么下面这首歌呢就由马敏自己独唱了，好吗？谢谢你，谢谢，谢谢马敏，谢谢，我交给你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也谢谢在座各位这样的热情。我还是要说非常高兴，非常荣幸今天晚上站在这个地方。下面的这首歌呢是也是很多朋友非常熟悉的一首老歌，因为这首歌很多的观众朋友第一次在电视上认识我，很好听的思念。从哪里来，我的朋友？好像一只蝴蝶飞进我的窗口，不知能做几日停留。我们已经分别的太久太久。你从哪里来，我的朋友？你好像一只蝴蝶飞进我的窗口，为何你一去别无消息？
消息，而只把思念积压在我心中。想听吗？我也没想下去。好，那就有请吧。假装一下的。后面的观众朋友看我看得清楚吗？怎么样？我刚才在后台他们访问我的时候，好多人都非常吃惊，说：“哎呦，你真人要比电视里漂亮很多的。”怎么样？是这样的吧？我听你们的掌声，我已经听出来了。就冲你们的掌声，我也得多唱一点哦。谢谢你们。下面这首歌也是你们非常熟悉的《绿叶》，对，跟的情谊。不要问我到哪里去，我的心已处。不要问我到哪里去，我的情牵住你。无论我停在哪片云彩，我的眼总是投向你。如果我在风中歌唱，那个声也是为着你。谢谢谢谢。
谢谢阿美，谢谢，谢谢大家再一次的热烈掌声，欢迎我们远道而来的毛阿敏，谢谢毛阿敏，你非常辛苦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您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观众朋友们的热情掌声。谢谢。